怎样？你首先这里开关要打开。哪里开关？这个。是宽的，这个是吧？嗯，用第一个时候，这时候就关掉。绿色的话是代表打开了，对不对？能亮灯了就是开了。嗯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就是要把它距离调好。首先你要想找哪一个点做定位。首先这个找哪一个点定位？我们找一个比较靠前一点的，我们就找这个吧，这个圆圈吧。中间那个圆圈啊，那我们就这个眼过去，推过去，这个也要拉出来的，这个螺丝松，这个螺丝松了可以，从下面的螺丝拉出来。